位哈，就小心呢来个做安排。好嘞，除了呢，各位有的呢金彩虹综艺传播台秀来完结节目，节目开演 ，OK。好嘞，谢谢。哇，感谢感谢。欢迎吼，哇，咱的姐姐咱这个嘉宾好朋友，大家拢总安尼吼，算讲足够的啦，足强的安尼吼，大家都非常的厉害，你看，家己拢呢。自备椅啊啦吼，家己传啦，啊若无椅啊吼，咱学倒来甲拄我来安尼吼。下暗的时间拢总是咱的啦嘿。啊，感谢，嘛欢迎咱姐姐，咱这天生信徒，咱这好朋友吼，特别甲咱半家日日，咱的英雄哥啊来甲咱斗老的啦吼。啊，伊原来祝我咱的好朋友呢，啊拢总当阖家平安，也当万事如意。那么精彩，咱这个安徽有着好味，金彩虹综艺传播啊，特别甲咱当地演出，串出呢咱两文化吼。啊，咱的文化素养领导精神来制作，陪伴素人家。好朋友个同欢乐，予大家伫咧现场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这个暗暝时刻啦吼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来，那么今日中时来今日好时好日子吼，天温岁处啊，咱甲新年，今日嘛是咱这农历，就是咱这个九月二十吼，一同心心敬意要来甲咱恭祝，咱中南应寿宫啊，咱六房天上圣庙吼，以及呢，咱的青丘尊王观音佛祖，咱立为进神，咱这个圣诞千秋一年秋。啊！特别甲咱恭祝，甲咱应寿宫会当香火来甲顶升，香烟团万里，信徒拢总会当观天下，会当所有来甲保护，互咱所有来虔诚咱只信徒，啊，咱只个虔诚者吼，大家拢总会当真福咯，会当提福报，福报贵人来相助，来来子孙拢总庇护咱这个好前途。那么精彩那些可能安徽啊，咱伫咧七宝呢，咱一日开始也要来慎重啊，为咱个请主吼，啊，咱坐坐咱只当时长大名来做一个安排，来首先呢。来个感谢，感谢恁念个呢，啊，咱这个平安喜，啊，咱的请主当所长吼，啊，首先感谢是咱的中南应寿宫，啊，咱的主任委员，啊，就是咱的主委吼，咱的司幕府，咱的司幕府司主委，另外感谢咱中南庆食堂林歌城。林歌城林关注，感谢咱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，咱的邱英来，邱英来啊，咱的邱理事长吼，感谢咱龙树小组长，就是咱所长的，啊，咱的苏元昌，啊，咱苏元昌咱所长的，另外感谢咱的啊品正。那这个涂装有限公司的老板呐、啊、吼，这个是咱的王董事长，咱的王吉庆，王吉庆，咱王董事长。另外感谢啊，咱的郭俊义啊，郭俊义吼，我们的郭董事长。来感谢咱的张董事长，这是咱正发啊发哥啊吼，咱的张正发啊，感谢咱的张正发，我们的张董。来感谢咱的柯董事长，咱的德平，柯德平，咱的柯董事长。感谢咱徐。徐金红，咱的徐金红，咱徐总的，感谢咱的陈英钦，陈英钦，陈董事长，感谢咱的林清汉，林清汉，咱的林董事长吼，感谢咱建智，哦，这是咱林建智吼，林建智，我们的林董事长，来张国栋，张国栋，我们的张董事长，另外感谢咱的贵党的吼，咱的阿辉，咱的贵阿辉，啊，咱贵阿辉，咱的郭董事长。啊，咱的贵党的呢，这是咱的科管，咱的贵科管，啊，咱的高科管，啊，咱的高科管吼，咱阿管啊，啊，咱的高党的嘿。另外感谢咱的薛简明，啊，咱薛董事长，还有树明，感谢咱的薛树明，啊，斌啊吼，咱的薛董，还有咱淑慧，啊，咱的薛淑慧，我们班长本尊伫咧遐。来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十位姐啦吼。来，还有我们的王玉龙，王玉龙，我们的王董事长，还有子玲啊，这是咱刘子玲，刘子玲，刘董事长，陈秋燕，我们秋燕小姐哈，嗨，六点半下班较紧的，赶紧来看我安尼哈，谢谢，感谢咱的秋燕啦吼，我们的陈董事长，来，感谢咱文英。张文英，我们的张文英，张董事长，来，以上这位请出一同，心心敬意，啊，来给咱的敬献吼，传递咱这个平安喜，特别来给咱恭祝咱中南应寿宫六房天上圣庙青丘尊王观音佛祖，咱就会进行咱这个圣诞千秋万寿宫来个圣圣寿，精彩安徽做咱三点钟来给咱祝寿啦吼，啊，伫咧这一晚来祝福，咱所有的这请出，目前咱这张子弟吼，然后有咱的众师傅来个保护之下。求财有财，求利有利，
爱什么有什么想什么，马上会当来什么，虽然工厂会当发展不完，拢总会当大赚钱，拢是予咱的英雄中咱众生来个保护之啊吼！啊，嘛予咱这正主，目前咱这当所长，会当一天顶二天财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日大顺，七七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买当九九同心吼！啊，祝予咱四位，啊，咱这正主大哥，咱这正主小姐吼，拢总会当十全十美，会当来个大赚钱，赚大钱，搁再来个钱。大谈吼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感谢。好了，啊，这边就开始吼，按照惯例啦，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啦吼。那么爱心介绍的，咱上介绍，咱这个无后英雄，校长兼共青，咱来串出咱联文化所在领导，来自咱的湖北，今次我去把空腔中蒙娜大乐队。